先看看有什么道具能拿。哎呀，伞不能拿，让女孩子晒得好可怕啊。好，拿救生圈救人。啥？还有另一只鲨鱼，这怎么办啊？丢救生圈给女孩不行，丢给鲨鱼也不行，怎么办？鲨鱼来啦！哎，啥情况？啊，原来是爷爷假扮的，感觉什么都不做也能通关呢。Joypad，敲开你的脑洞。